我们邀请到我们大湾国小家长会会长陈玉祥会长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欢迎。本议员，还有那个各位民意代表，以及各位里长，跟各位来宾，大家好。好。刚刚广务宫呢，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那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台湾嘛，我们大湾这边的一个以大湾广务宫为中心，然后去拓展出这个邻里，所以它在这几百年的历史，一直是我们在大湾这个社区里面一个大家共同的信仰中心以及精神寄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庙宇。那我记得上次的建教应该是我刚毕业没几年吧，所以这十几年来，我对大湾这个建教印象是觉得非常一个盛大的盛典。那经由这一次的那个景瑶副会长他的介绍，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我们的广惠圣王，他不只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一个宰相而已，他还有许多我们之前所不知道的一些史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办这一次的一个老照片跟他的文化的追溯，我觉得是值得好好的大家来探讨的，那更了解我们的敬主广惠圣王。那希望这次的建教能够顺利成功，谢谢。